我可以和你在一起，但是我们不能公开，得撑到你毕业了以后再公开。咱们俩互相喜欢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有必要这么偷偷摸摸的吗？那就是我家的，托特等着你。你们认识？舅妈！啊！小点声。哎呀，你说怎么这么巧呢？啊，敏敏居然是陆明的外甥女儿。老话说得好，不是一家人就不进一家门，这就是缘分。阿姨，您做的面实在是太好吃了，我以后会经常来的。好。加辈分了啊，得叫爷爷奶奶。啊！这孩子胃口可真好，不像咱们孩子从小不好吃饭。还有呢，不够了再给你盛。贺爸爸，我想再吃一点点，会不会有点多呀？哎，不多不多，一碗才多少？来来来。不，我妈妈最大的梦想就是在城市里喂猪，既然他们梦想就成真了。